Thank you.
明球球的起球教程终于来啦！先用普通透明胶把胶带周围的灰尘粘干净，把胶带有胶的一面翻到外边来，用小刀轻轻的把胶划成一厘米左右宽的小条，这样起的球球才容易消泡。把第一条胶带揪起来，团成一个小球，搓啊搓。第一小条胶带卷完，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大的球球。接下来就要开始认真了，把胶带揪起来，贴在球球上，揪掉多余的胶。然后开始两只手配合卷，一定要把胶带绷紧了卷。刚开始球球是椭圆形，也不要怕，哪边粗卷哪边，球球就会越来越圆。手法正确的话，你就会发现球球内部当场就已经在变透啦。随着球球越来越大，胶带也可以滑得越来越宽。胶带的宽度一定不能超过球球的宽度，胶带一定要平整地贴在球球上，不能有胶坨坨。一圈胶带卷完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手贴着球球绷断，这样胶带上才不会有胶坨坨。如果卷的过程中不小心断了，一定要把球球上的胶坨坨揪掉哦，这关乎到球球的透明度和消泡的速度。第一天卷这么大一颗就差不多了，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，真空消泡更快。第二天再来看一下，如果球球一天就完全消泡，说明你已经学会啦，就可以开始你的透明球球之旅了。哦对了，球球越来越大，消泡就会越来越慢哈，有时候要好几天十几天，所以第一次卷就先卷这样一颗小的实验吧，拜拜。
Thank you.